我从来不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，我很想亲眼看看大海是什么样子的。哥猪，我是丁金。我叫丁真，现在是理塘县旅游大社，突然肩负起很多工作，正在努力的学习。这里是仓央嘉措建立的地方，嘉措是大海的意思，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，我很想亲眼看看大海是什么样子的。破晓，也许就是天一亮，我们就可以出发，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。